立正，行嘞，请坐。各位学员，大家午安，大家好。来，第一个哈，咱真久无看到一个人，一个阿东啊，叫做何瑞元，底下。掌声不够啦！你看，掌声较大咧，伊就笑出来。你有看啊？哎，即摆安尼有烟斗啊？伊三几公斤？你要看麦啊？将近十公斤呐、啊！因吼，因太太甲伊禁足啦。伊讲吼，你若无甲我瘦二五公斤啊，迄伤过分啊！伊爱禁足一个月啦。啊，所以已经进足两礼拜啊！啊吼，我讲你嘛，互大家人看麦，大家笑脸，你笑脸噶，搁加欢喜一下。不过这个掌声啊，是归于你的太太，不是你。因为我看大家即摆拢笑眯眯啊，欢喜到要嗨，等下要转去啊。啊，天气吼，为迄个冷啊，甲即摆小可开始烧热。啊，大家嘛看到咱的直升机的迄个场啊，已经差不多还袂好啦吼，还袂完善。所以你看会出来，咱台湾民政府中央会馆啊，愈来设备啊愈好。当然，这是要感谢迄个咱的游老板游先生，我来给伊拍手一下。因为大家有拍手，稍等下翕相以后哈。大家去后壁去领补蚊灯呐，安欢喜无？你厝啦足大个吼，你着知影你要安怎处理嘿？我有讲个，安怎处理你知影吼？我无讲啦。迄个即节课吼，因为我本来昨个课五十分钟就互撒开。啊，所以我会共报啊，啊无报嘛袂使吼。啊，即、這个今日一开始呢，我要含讲，因为各位拢是高级班啊，高级的参议员。即、這個、高级的参议员吼，咱嘛有一寡装备，啊无你去外口，大家拢共款啊。吼、哦，大家看起来拢是台湾人的面嘛吼、哦。啊，要无共款吼，话说讲，即顶帽啊，是咱的即卖基本装备啦。吼、哦，你即卖即顶帽啊。伫楼卡迄个黄小姐迄个所在，你回去找恁的州长，若甲你任命讲你是做州的参议会的议员的时阵，你都爱伫这个边啊。像我安尼收，我写秘书长啊、林志生啊、另外爱讲就是讲，我唔是林志生啦，我是林志生的小弟。是安怎讲呢？因为哈多啊，来咱互大家拍拍手咧，咱的。伊吼，甲我做迄个气罐，哦，啊拔罐啊，咪拔罐气罐啦、啊，人迄无同款啦，迄拔罐吼，我变少年十岁啦，有无？有感觉无？有。哦，安尼好。所以你若有机会吼，我来当请伊吼拔罐，啊气罐，歹势，我阁讲唔对。我相信现主席啊，在咱台湾的社会啊，对外评价是分作两种啊，一种是聪明的人、巧的人、有智慧的人、有常识的人，讲我是台湾的救星啊。啊，但是另外一种呢，是聪明的人、无读书的人，讲我是大骗子。啊，我有当想想吼，我到底是大骗子，还是要救台湾的人？当然啦，当然，你去外口将咱的论述，所以我讲拜托讲，你一定爱买迄本《新台湾论》啊。粉啊，减食两包啊，都有啊嘛。啊，但爱烫呢，因为你即摆是参议员呢，你即摆参议员，你也接受任务，因为美国有讲，现主席有给你经费无？啊，袂给你啦。伊还袂予咱经费的原因伫倒，
用量嘛是你们还是一个一颗鸡蛋娘娘呢？啊，就你孵化，有足侪米，要互咱吃，孵化的鸡蛋敢无多吃？没有办法嘛，咱都爱先将这只鸡孵化成为鸡，就是台湾政府，即马现在是叫做台湾民政府哦，还没有孵化出来鸡蛋，是叫做台湾民政府哦。那变作鸡的时阵啊，就是台湾政府出来啊。迄个时阵，美国欠咱的钱啊，都会给咱吃啦，400多亿的美金啊，就是台湾重建基金啊。所以，咱急要较紧要家己肯训练，所以咱的参议员呢，训练过两期，因为这两天哦，阮家拢接到足侪电话啦，就是有的参议迄个各州的州内阁，甲中央的内阁啊。现在行政官员啊，因为咱顶回受训的时候呢，他们没有到，甚至有的参议员呢，伫顶期甲即期啊也没有到，因讲吼太无闲诶，所以希望讲能够再给他们一次机会。所以咱将咱的第六期本来是三月初九、初十、十一这三天诶吼挪出来，因为无法度搁再补训了啦。好，我给各位报告，你即马，恁即期受训完了后，咱就开始各州还是中央哦，即名单啊重新排，没有得到迄份迄个结业证书的人，对不起，你就是普通的初级班的受训人员。你有得到结业证书的人员，就是敢那亲像中国国民党以前伫台湾生下，因叫做三民主义。实践研究院，你若无迄张啊，你就无法度做中华民国的官员。咱嘛甲规定这张啊，后摆你若无这张，咱的这个叫做结业证书啊，你也不能担任台湾民政府的官员，对不对？对。所以你免烦恼讲遐人想要来抢位啦。若要抢位，我甲总理含这个议长拢会甲因讲，歹势哦。排队，从25期开始，3月2号在那里25期，所以3月9号特别增加一期，实在是哈、哦，这增加这一期我都要报备呢，因为咱即摆很主席第一期诶，迄个行政迄个行政高级班含这两期的高级的参议院受训的结论的人数差不多是350位。350岁，当然还有一些空缺啊，所以因为有的人讲啊，我都无时间，所以咱特别是3月9号、10号、11号为他们再办一期，但是这期办嘞，可能吼无定，可能还阁到明年才有办啊啦。哦，这甲大家报过啊。3月2号这期呢是咱的25期的普通班，我那赶快，甲我伫第一期的时阵，甲大人拜托的。就是讲，请咱党的人来介绍精英呢、啊，介绍精英来接受咱的普通的迄个训练。恁有都做对无？有。啊，若要介绍，请你举手我看。啊，请你手放啊，都爱讲真的呢。吼、哦，我讲会到做会到哦，上少一个人，那是因为我是想哦，咱若准1500个吼，一人介绍2个吼。咱就达到的嘛，我就免逐工都在困伫遮，困到足艰苦的。你唔知影呢？阮甲各位同款呢。阮若普通班的时阵，阮爱交3000块呢。我爱共食饭啊，爱困啊，嘛爱交3000块啊。所以唔是讲咱在座恁交钱，就是讲吼，要求民政府偌好康呢？唔是啦。啊，其实摕遮个钱，咱的业主，咱的这个。会馆的这个主人啊，伊用这个钱一直在增加这所有的设备，啊，增加这个设备吼、哦，有够无？绝对无够的。啊，所以我甲讲吼，啊，即马若有300个人来食饭哦，咱楼下才坐100外个尔，来要安怎？咱有些人就在笑啊，讲秘书长你头脑真好呢，你怎要叫我搁去啊？对不对？我唔是甲你拜托呢。我无胃好食饭啊！好啦，我知影啦，我知影啦，我昨已经看到吼，
伊叫迄个啊做迄个轻迄个钢钢骨的迄个公司吼、啊，开始伫讲啊，所以希望讲真短时间啊。啊，你讲一奇怪，啊，你起厝干免即只？各位，咱遮好运，我甲你讲，全台湾剩一块土地是都市计划特定区，毋免计较的所在是啥物所在？咱这个所在啦。哦，这天助我也咧，上帝保佑我们咧，阿门。我甲你讲哦，我咧想讲哦，这真正是哦老天的安排啦。我讲哎，啊，若毋免计较吼，较紧的啊。啊，无即摆中华民国若知影吼，甲你讲爱计较，咱就逃去啊。敢若申请计较，无定爱转一百粒因啊，赶紧起去，就地合法。伊中华民国想要就地合法，当然不行嘛。但是伊家己规定，咱即个所在会当就地合法呢。所以替阿布拉先生拍手。当然，我等下会甲讲吼。安尼个鼓励吼，我讲哎，啊，这费用拢你收，我们都不要。当时说，伊讲秘书长收迄多啊钱是有够哟。他咪讲啊，有八查某囝，八查某囝拢个讲吼，哎呦啊，老爸啊，你遮尔啊老啊，啊，阮八查某囝一个凊彩出一刷钱吼，你都过甲真好啊，啊，你是创啥？伊讲哦，台湾民政府敢若我的查甫囝同款。伊咪讲查某嘛，伊讲吼，甲伊查甫囡仔同款，我要培养这个台湾民政府。伊讲安尼，此生啊无憾啊，好、哦、感动呢。啊，我知影恁个拍手的感动，是因为等下有迄个捕蚊灯。哎，我甲你保证，真正足好用的，我袂甲你骗啊，请你相信我。你提转去吼，恁厝的蚊啊拢掠了，我无甲你骗。真正足好用诶啦！但是呢，我著讲，你爱家己摸会转去啊！你袂当讲吼，啊，我寄到遮，我后摆再来摕，袂当无寄啊！摕转去，你车会当哈？无啦，无租金诶啦！都等你翕相吼，都摕转去。伫即个所在呢，咱诶吴州长啊，原住民诶吴州长呢？伊讲吼，伊要见证一件事情呐、啊，但是这个见证你听清楚诶，我不鼓励哦。喜欢人讲不鼓励，因为足侪人你甲我讲吼 ，USMG 车牌要甲挂落去，其实高雄甲台中吼、哦、挂几啊百只，但是我讲你唔通甲中华民国直接对抗，我阁讲白，咱台湾民政府是要向军属政府接迄个捐款。不是要跟中华民国直接对抗，但是呢，我有当安尼讲，有的人听无咧，甚至有迄个民进党的大脑姓姚迄个啊，讲我没有看到美国军事政府啊，来，我这个以这个见证哦，互恁看到美国军事政府，来，请吴州长，吴州长啊、哦，他是原住民，但是哦。他观念非常清楚，伊目睭是看足远的人，不要那么感动，感动嘛。台湾民政府的生力军，大家好。首先我介绍我自己哈。五年以前，我因为被那个。一吨半的大哈的汽车，从后面撞，所以我这个腰哈不好，现在有那个腰带哈，我讲话一定要摸这个桌子，我自己这样站哦会站不稳，我怕被国民党弄倒，所以我要摸桌子。我本来不要讲了，这个见证。可是秘书长他一直讲，其实这个要讲哈，对我们有一个激发的信心。真的，台湾民政府比这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高一级。
哎，我就一直在想哈，啊，秘书长说这个不要大肆宣传，可是我们拿到我们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已经有这个证据了，不交税金，不理你这个国民党，我们是以这个国际法合理的合法这个身份证啊，你这个国民党是凭什么？国际法的第几条规定没嘛？哎，所以我有这个信心，我就拿到身份证，这个台湾政府身份证的时候，我就开始有这个行动。没有拿到这个台湾政府身份证，不要挂牌哈，那警察抓到你们没有这个证据不行啊。因为我这个腰不好啊，有一天差不多4公里，从我家里到那个中医诊所，我去看病，我那个车是 USMG 8899这个号码啊，这个停车场有四四方方不是吗？专门收钱的啊，这个收钱的，哎，这个怎么有这个车牌？嘿，他就报警了，报警说这边有一个伪造的。哦，警察马上来，3个人，一个在后面，一个在前面围着这个车，还有一个去找，一直找，一家家找，这个车是谁的？到那个中医诊所，他说这个 USMG 8899是谁的？我说我的，这样，出来这样，到外面就给我讲说你这个是伪造，我要给你开罚单这样。我说你给我开罚单，你寄到哪里？你寄到监理站没有这个啊？你寄到哪里？哎，他问我你证件。好，我就看台湾政府身份证啊，反正就台湾哈，政府是被中华民国管的。我怎么讲？不是哦，我们是主人呢。啊，你不是主人呢？怎么讲？好，我们最高级、最上的单位是美国国防部，再下来美国军政府，再下来台湾民政府，这个是主人哦，主人定的一个组织系统哦。啊，你们国民党政府是怎么来的？是美国用军舰，专程用军舰载这个流亡兵啊，再到台湾来委托美国哦，委托那这个，蒋介石集团哦管理台湾的哦。我们是主人，你们是仆人呢。我这样讲，哼，乱讲这样。我说我明天公文给你了，我的名字，这个台湾政府身份证有这个名字哦，我的地址，我的电话，都他写一写。好，我明天呢、啊，这个正式的公文给你。你要给我开罚单还来得及啊。我这样讲，好，你要是这样的话，明天公文给我。好，第二天我就打电话给他说你什么时候有空，因为他们8点就外勤了嘛。我说你明天什么时候有空？9点整。好，9点整我就到他那边，我在家里我就用电脑一直练一练很多资料。我到那边的时候，他们3个人，一个主管，还有一个警察，什么名字我没有问，他本人就是张景炎、哦、就他们就我一个一个说明，因为我印的资料下面有网址啊，他打电脑会看到啊。好，我就开始一个一个解释。我第一个给他的是什么？美国直接指定承认
我们台湾 民政府的那个资料，第一审、第二审、第三审那个资料是这样来的。我们台湾民政府是美国设立、指定、承认的一个台湾民政府，我这样讲。那中华民国是自己讲说在台湾是中华民国，可是亚洲国家，中共也不承认，苏联也不承认，南北韩也不承认，日本也不承认，菲律宾、澳大利亚、越南、寮国、泰国、印度，还有这个很多国家，亚洲或哪一个承认？他自己讲说中华民国，所以这个中华民国走不出去了，我这样讲。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台湾民政府很多资料，我就是这几个资料给你。第二张资料是什么？我们那个升旗典礼的啊，升那个占领旗啊，美国已经占领台湾了，升旗。你到我家里有一个旗啊，有三个旗啊，美国的占领旗，还有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旗。我这样讲，哇，你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说好几年以前我就知道了。我这样讲。后来还有下去，就是那个美国命令废掉他们陆军、海军、空军的。我们现在没有部队了。我说没有，那个是形式上的啦。他要演习的时候要经过美国的同意哦。他在那海上还是飞机飞起来，陆地上还是怎么演习哦？这个什么标志都没有。他们讲说当国徽嘛，都没有了。一走飞上去，这个是恐怖分子的飞机，美国就个砰打下去啊！我这样讲，是哦，我说是啊，我一个一个的资料给他们，他们讲，当然是那个文件我也很多了，最后一张就是我们身份证怎么产生的，按照我们的身份证的背后啊，按照这个万国公法什么什么什么，我都印出来给他。我说中华民国是根据国际法的第几条规定，你晓不晓得？这个三个警察，我在那一直讲一讲，好像是我的学生了呢。他们一直听听听，哇！后来那个主管讲，我怎么样才加入你们这个民政府？我说你辞职啊！他说辞职，我还有太太还有孩子呢。没有主管，是不是我加入的时候马上有那个官位？每个月多少薪水？讲没有，我说没有，是这样子。所以这个 USMG 哈，我刚才讲这个美国军政府、台湾民政府哈，真的，我们跟他讲，我们友谊站在这个友谊的地方哈，我们台湾民政府真的是站在这个主人的份上。他们是站在仆人的份上，我们是比他们高一级的，所以我们要有信心。最后呢，我希望各位我们秘书长还有我们的曾静言那个司法大臣他讲我们身份证要取得五万个，取得五万个的那个身份证哈，还有四千个受训的，达到这个地步，我们秘书长马上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的那个老板啊，美国政府啊，我们就要执政了嘛，
你们说好不好？好。所以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的邻居左右，我们都要给他讲，他不来收信没关系，要领这个身份证嘛，因为时间的关系哈，超过了，那个秘书长说十分钟超过了，我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我要再一次讲，大家不要跟中华民国直接对抗，因为人家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没必要。但是我希望说你领导上少上少你要有两支旗，一支是台湾民政府的旗，另外一支是美国军事占领旗，上少你要有这两支。美国军事政府入来会宣布你主动那两支旗先挂起来，大家一定说啊，那这支旗以前都没看，那当时候真相就会大白了。我们现在是在做什么？我们现在做准备动作。所以有很多人，我有跟各位说这个论述，其实你只要听你不一定百分之百了解，但是我有感觉说我们在座有很多人已经差不多两倍比我更了解了。这是什么？有看书。其实说深也没深，你如果有看你就会晓。所以我希望说大家人一定不要说我有书，书要看啦，看了那个知识入你的头脑就是属你的啦。你如果要人跟你辩，凊彩做一项那本材料清清楚楚。另外呢，咱知影咱无媒体，咱无电视台，所以咱甲美国这边有参详，咱的议长、咱的总理，咱拢做伙参详。咱决定讲要伫319个乡镇，每一个州要准备一架的战车，希望在座各位等于协助恁的州长，毋是出钱啦，找车啦。现在开始两年半，中华民国流氓政府没选举，所以有很多人有车的也没啦，不然等两年半要做什么？所以用这个机会我们去找小小啊，可以跟我们的州长说，可以去跟州长说的时候看多少钱，我们中央啊来想办法来买那架车起来。这架车呢直接过在您个人的身躯顶，但是装潢车的字面啊写，咱中央啊一个统一的规定。而且每一个周、每一礼拜一定要有一摆演讲。演讲真简单，可比讲这边要伫这个叫做左营有一场演讲，就是这两天演讲的前三天啊，伫左营的所在啊，大街小巷啊。去甲说，甲讲演讲的所在。所以在座各位拢是参议员呢，照道理来讲啊，参议员个个要能言善道啦，拢爱会晓讲话。所以利用这个机会，在座遮的人爱练习讲话，五分钟嘛无要紧。你唔通想讲我以前就遮好讲话呢，无呢？我会记得我头一摆你讲嘛，皮皮喘呢，讲的声音嘛有抖音呢。会发抖的，属于这个啊，也是经过这些训练，几十年的训练以后啊，我才会当讲哦，来麦克提的，我都讲。所以在座以前无这个机会啊，你即马有机会啊。过去是因遐所谓的党外，还是民进党遐人伫主导，但是为今日开始是台湾民政府主导啦，对不对？各位。口才是练出来的，但是要练的以前，你要看册。你看册，你免讲伤济，你看看看一段，讲一段就好，五分钟就好。大家互相五分钟，就变十分，十分就变二十分，二十分就变成三十分。那你讲偌久拢无要紧。迄个时阵啊，大家人啊，都迄个资格，就是台湾的精英啦。所以啊。
民进党不是精英，真正的精英是我们在座各位，所以你不能看轻我们自己，我们现在也赶紧去打拼，打拼什么？要冲到四千名，要跟美国说我们准备好了，我们要接掌政权。所以中华民国不是不知道，我跟你说绝对百分之百高层都很清楚的啦。所以呢，中国最近也是不敢嘻嗨，因为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和中国也没什么冤仇了啦，所以他也不敢跟我们打啦。美国的占领地，美国如果跟我们打，等于直接向美国宣战，所以呢，他绝对不会认同。所以这点呢，要让我们在座各位深深来了解，同时呢来认识。这边呢，参议会这个高级班啊，这期呢算第二期，本来是跟这期吼，都已经无要办啊。但是呢，这两天接太侪电话咧，有的人呢，伊无来受训呢，因为州长都没有看上眼呐。伊讲家己要来会使无？所以咱嘛是甲所有的来受过训的学员讲，你若对你家己本身有信心诶，你后期三月九号、十号、十一号，你可以来受训。因为受训以后，咱会提供名单给州长，讲这个人家己来报名，伊要做参议员，还是甚至讲伊要做这个内阁，咱会提供给国际的州长，还是咱的总理来将这个人当然嘛是要经过议长同意啦吼，这个人呢。就是要变作咱的正式征除的这个名单啦。所以吼，我阁讲一摆，就是各位吼，对咱家己本身要有信心啦。若有代志拢袂轮到恁啦，你免烦恼啦。既然美国敢徛出来讲，美国敢徛咱伫美国的华盛顿 DC 设办公室，到下礼拜已经徛咱伫美国创这个叫做。庆祝酒会，咱当然有十足的把握跟信心。上无你来这上课，你会得到很多东西嘛？也无叫你提刀，也无叫你提枪，你就要去作案，要去革命？唔免，不用，唔免安尼。所以，咱的首页，咱的迄个台湾民政府的官方的首页，你甲拍出来，才给大家看一遍。首页，咱有讲啊真清楚。台湾民政府的三个大主张，这三个主张你来看：遵守国际法，无使用暴力还是武力，对中国市民政权推动的事务呢不合作，嘛不会配合。那三大原则，在这三大原则之下，在美国军事政府、美国国务院的支配的这个帮忙之下，台湾民政府一定让来执政。今年四月二八，我直接预告，四月二八，咱会去日本的在台协会，嘛会去 AIT， 但是这边无要动员，这边什么人要去，就是有制服的，就是黑色的那个制服，那个制服有帽子的，咱可能若有两百个，咱两百个去就好，拢总穿一色，穿同款的制服，戴同款的帽子，非常有礼貌，甲日本协商。跟美国协商，若安尼时阵因对咱会有另外的看法，因为咱无要崇尚武力，咱是要已经知影台湾的地位，所以你美国政府、你日本政府爱坐落来，和咱台湾民政府好好的协商、好好的对谈，你讲对不对？所以今日赶快，甲以前赶快，伫总理的办公室，有伫讲牛西装。歹势吼，这个西装是安尼吼，咱一身是五千嘛。查甫的一件衫，两件裤；查某的是一件衫、一件裙、甲一件裤。因为本来吼，我是你家迄个做衫有家拜托啦吼。咱若要做的，爱交1000块的定金，了后才交4000块。等下会当去领，你若无早钱嘛无要紧，无早钱你就讲你无早钱，互你先领。这个有这制服吼，因为咱有真济活动吼，拢爱穿制服，所以拜托各位吼，你若讲反正早班爱做嘛，
啊，你讲参议员吼，嘛是早晚爱有啦吼。啊，我阁讲一摆，咱的参议员还是内阁，你厝内底上少爱有两支旗啊，一支是台湾民政府，另外一支就是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旗，上无爱有这两支。你清场的嘛，我紧，你若歹摕出来，但是总有一天你用得到。啊，所以即马时间超过五分钟，较紧上时间来交予咱的总理蔡基元博士，谢谢。